時は大海賊時代。モンキー・ディ・ルフィとその仲間たちの。The Jump 上大受好评的《航海王》将在 NDS 发售新作品了。出场的角色从草帽海贼团到白胡子海贼团，众多的角色可让玩家挑选。本作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组成原创的四人小组的海贼团，让其他角色来辅助进行游戏，另外也支援多人连线对战，支援最多四人，可以与好友之间进行白热化的战斗，并且只要一片软体就可以让其他玩家进行 download play。 本游戏预定将在9月9日推出，喜爱航海王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